好，我们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二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11月22日星期二下午12:11至13，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王委员荣章等16人，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一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二次会议议事日程未审定，主席宣告本次院会议事日程草案内容朝野党团达成共识，原潜力将本次院会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并宣告散会。宣读完毕。好，请问有对上次会议记录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会议记录确定。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我们有委员要登记发言的话，请到前面登记哈。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三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2月2日星期五6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点1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二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王定宇等拟具公路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三至六：委员陈其迈等拟具教师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要害救济法、劳工保险条例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七、委员何新纯等拟具科学技术基本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八至九：委员林淑芬等拟具医疗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化学品及污染管制局组织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一零：委员蒋万安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一：委员吴玉琴等拟具纪念日及节日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二：委员徐玉仁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一三至一四：委员罗志正等拟具社会秩序维护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一五至一七：委员陈一鸣等拟具就业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国籍法、入出国籍民法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一八：委员刘建国等拟具电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一九至二四：委员刘兆豪等拟具交通部组织法、米废纸交通部基隆、台中、高雄、花莲港务局组织条例均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拟具少年事件处理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五至二六：委员王惠美等拟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七：委员郑宝清等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交修宪委员会审查。二八至二九：委员姚文智等拟具国家机密保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陆海空军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三零：委员陈颖等拟具地方民意代表费用资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一：委员徐永明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二：委员萧美琴等拟具发展观光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三三：委员李丽芬等拟具国民体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三四至三五：委员赵天麟等拟具公路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货物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三六至三七：委员蔡适应等拟废止正式授田凭据处理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拟具妨害兵役治罪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三八：委员王玉明等拟具国民年金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九至四二：行政院函请审议行政法人放射性废弃物管理中心设置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香港港澳门关系条例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国营事业管理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四三至一一六：卫生福利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行政院环保署客家委员会、行政院主计总处财政部、内政部、交通部、中央研究院、行政院农委会、经济部、司法院、科技部、教育部、金管会、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行政院侨委会、法务部、文化部、国家发展委员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一一七至一五：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司法等委员会函为预算决议事项、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请查照案。一五六至一五九：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研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整理：一、委员王定宇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
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委员罗志政等拟具侨务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三、委员苏正清等拟具基人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至五、委员郑宝清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六、委员林俊宪等拟撤回前提之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同意撤回。国民党党团提议争辩。七、委员郑天才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八、委员廖国栋等拟具电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九、委员蒋万安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乙本院文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我们没有委员登记发言了。议程、查案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通过。接下来，请宣读议程查案的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至三，院会通过。四、证人保护法修正案、洗钱防治法修正案。五、国籍法修正案。六、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有委员登记发言啊，我们先请第一位登记发言的余婉如委员发言啊。主席、各位委员好，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三次会议讨论事项建议立案顺序如下，请这个议事人员代为宣读。好，请宣读。第一案国籍法修正案，第二案证人保护法、洗钱防治法等修正案，第三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案，宣读完毕。好，我们请第二位登记发言徐永明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好，时代一样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三次院会建请争列讨论事项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顺序如下，那内容请议事人员宣读，代为宣读。好，请宣读。第一案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第二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我国政府应要求日本政府由双方官方及民间团体代表共同组成调查评估小组，针对福岛等五县之食品及相关产制检验程序进行检验及评估，在评估报告向本院进行报告，并由行政部门提出完整的管制检验程序要件，确保安全无虞，并经本院同意之前，行政部门不得片面开放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进口，以为国人饮食安全，请公决案。第三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于第九届第三会期前，先择议委员会试办委员会中心主义之会议室配置试办一会期后，再全面改建本院所有委员会会议室空间，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谢谢。接下来请我们第三位登记发言林德福委员发言。主席啊，各位委员同仁，我想这个本席啊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本院国民党党团本席代表国民党在第九届第二会期十三次的院会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并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至第十案啊、那建请等一下，请议事人员啊代为宣读啊。这个另外哈、就是有关于我们都知道今天呢、这个台日经贸会议啊今天展开哦，那外交部长啊、李大为昨天还表示说这一次啊在会议里面不会触及
日本的这些核灾食品的议题，但是今日啊，这个日本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啊，在会前致辞的时候，就向蔡政府来喊话，哦，说一定要就是要台湾呐，对日本食品进口，这个尤其在福岛周边这些，一定要继续努力啊，就是希望能够将福岛周边这些食品啊，一定要进到台湾来。那我请教民进党的政府，日本有47个县，它有1亿多人口，台湾只有2300多万人口，哦，为什么日本人不吃的食品、不敢吃的食品，一定要让台湾人吃呢？台湾人是日本的次等国民，是他的二等国民吗？对不对？这第一点我请教民进党。第二点，我想民进党的神主牌就是缓和。那既然是缓和，你要进口日本，这个福岛周边这4个县，包括福岛，一共5个县，这些食品进来，我相信人民是不会接受的哦，因为我们是希望说，你这个既然一开始你过去都是这个缓和，结果你现在这个什么逻辑又要进口这个核灾周边的这些食品进到台湾人来，我想为了全民的健康，我们绝对是不能接受哦。我们呼吁民进党的政府哦，这个民意如流水啊，这段时间为什么蔡英文政府、蔡英文总统他的民调如雪崩式的下滑，我相信这个就是没有根据民意来走哦。那我们是呼吁蔡英文总统哦，像这个是大家非常坚持的哦，因为其实我们从日本进口很多的食品，占我们总食品的1/4哦，总进口食品的1/4，而日本出口到台湾占他们的1/3的食品。那要是说你坚持一定要把这些福岛周边食品进来，我最近听到很多民众说，以后日本的食品他们绝对都不吃，这个哈会变成哈一个效应，哦，所以说我们呼吁民进党的政府，哦，在这段时间你们很多政策真的是荒腔走板，一定要坚持啊你们当初的理念。以上，谢谢。好，我们请谢谢，请宣读这个。不是，他那个议程草案，哎呀。第一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行政院院长林权针对开放日本核灾食品输台，向立法院做专案报告，仅公决案。第二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卫生福利部基于国人健康甚至下一代之安全，应依据行政程序法第155条及第156条之规定，重新举行十场听证会，未举办之县市及离岛亦应补办，仅公决案。第三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本院院会做成决议，在台日双方未达成司法互助之前，日本福岛临近5县市食品严禁输台，请公决案。第四案，住宅法修正案。第五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第六案，国籍法修正案。第七案，反族群歧视法草案。第八案，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第九案，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第十案，本院为李彦秀等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请卫生福利部于1个月内审酌医疗体系改革之方针时程与医疗人力缺口之关联，重新检讨受雇医师纳入劳基法之配套措施，以免徒耗医师养成所投入之资源，甚至产生流浪医师，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第四位登记发言王玉明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上午我们看到台日的经贸会议，日本交流协会的会长一开头他就说希望日本核灾食品可以解禁来台湾，这跟我们在野党的预测一致。这一次的整个经贸谈判，事实上对日本来讲，这个日本核灾食品解禁还是他们最关心然后最重要的议题。我不知道我们的蔡英文政府准备拿什么来回应。日方施压的压力一波一波的来，
我们这个新政府有没有能力去抵抗，帮我们的国人捍卫住他们应该有的健康。日本他说他们周遭这一些县市有要开放来台的压力，这是日本的问题，为什么要由台湾来帮他解决他的压力跟问题呢？这是完全说不通的。而本席在这边要质疑的就是，为什么在野党我们国民党连续提出来三个案子，都是要帮国人的食安把关的案子，民进党在院会一再的表决，然后否定了这一些案子，不肯让它成为讨论事项的案子。我们要问民进党，你到底有想帮国人的食安把关吗？还是你现在 只会一昧的护航，然后去附和日本的主张？这是我们看不下去的事情。国民党现在提出来这三案，每一案都有它的合理性。第一案，我们要求林权针对这么重大的日本核灾食品要开放的议题，要到立法院来报告。民进党，如果你反对，请讲出你反对的理由，不要只会举手投票而已。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公听会的召开荒腔走板，所以我们要求应该要再重新举行十场的听证会，让国人的意见可以充分的表达。而到目前为止，各项民调已经反映出国人的态度跟意见了。昨天最新的，而且是由绿营的民调公司所出来的，高达76%的国人反对日本核灾食品进口，而高达66%的国人对政府处理是没有信心的。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的民调持续下滑，难道还不能警惕民意在哪里？你现在所有的政策都是跟民意相背而行，然后都是在对抗民意的吗？第三点，我们举出来的也是第三个提案，也是很重要的，希望台日可以签订这个司法互助协议，我们可以有更强大的工具去规范日本的不良厂商。这三项的讨论事项，充分的都是站在国人健康的立场，国人食安的立场，要为国人的食安把关。民进党一再的反对，这些提案提出来已经快要一个月了，每一次都反对，每一次都不说明反对的理由。我觉得蔡总统民调这么低不是没有理由的，他选前高喊什么食安五环，连这种日本核灾食品含有辐射食品要进来，全民都强力反对的情况底下，他硬是想要开放，他的食安五环到哪里去了？表示他选前的这些政见一切都是口号，难怪民调会一直往下掉。我们在这边要呼吁朝野的立委，我们是国会，我们应该要站在民意这一边，高达76%的民众坚决反对日本核灾食品进口，我们就应该要本着民意代表的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要建立起更强大的食安的机制，而不是去附和日本的主张，然后一再的把我们这一些重要的事项阻挡，不在院会进行讨论。以上就交各位。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赖世葆委员。主席，各位先进，我们看到昨天我们的外交部长说不会有这个台日的经贸论坛，不会有这个渔权谈判，不会有核安、核食品、核灾食品的进口的问题。今天日本的大桥会长赤裸裸这么大声对台湾政府公然的施压，我们看到台日双方的高层很清楚看得到在唱双簧，在唱黑白脸，在唱黑白脸，在唱双簧。昨天说没有，今天马上就有给你看。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对日本是这么软趴趴，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我们政府一开始新政府520之后的外交整个大战略就是要紧抱美日大腿，现在美国大腿发现你抱得很辛苦，赶快紧紧要抱住日本大腿。
我记得我们前几天去海关去做实地考察的时候，我当场咨询了食药署的署长以及卫福部的次长，就问他说，你们是不是准备很快的一月份就要让核灾食品进口？我们卫福部的长官没有回应，似乎默认。所以我公然的，我公开的在这里，我们提出一个很大很大的质疑跟阴谋论，那就是蔡政府准备在寒假期间可能要开放日本的核灾食品进口，所以他加开了三场公听会，都是在十二月底前开完。各位回顾福茂的时候，半年二十场公听会花半年的时间了，现在呢，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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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就办了十五六场啊！各位，这不是糊弄，什么才是糊弄啊？这不是视人民的健康如物，什么才是视人民健康如物啊？我们再看，源头管理很重要。各位，我们的源头管理怎么做，你知道吗？日本说什么，我们就接什么啊？我们说好歹好歹学学消基会吧。日本我们的政府派个代表，派个专家去，要开放了除了福岛以外的四县市，去让你个采个样回来检验检验辐射的东西吧，没有做哎，而且不打算做哎，不打算做，因为我们的食药署、我们卫福部没有这样的设备，现在所有的辐射的问题全部交给原能会的核能研究所去做，各位。但是最基本功，无你嘛有人有人跨有油跨油，消基会都这样做了，难道我们的政府不能够派一个代表去日本四个县市采个样回来验一验给大家看？现在都没有，我们就是日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日本叫我们吃我们就吃。各位，不必这么迷恋过去被殖民的时代。台湾已经站起来了，不应该还是一切仰赖日本的一个鼻息啊！再想起来哦，各位，我们在这里，我们在野党绝对尽一切所有的力量，全力阻挡近期要开放日本的核灾食品进来。好，谢谢。我们登记发言完毕哈，我们来进行处理。那因为有三个党团的提案哦，我想我们协商一下，好不好？好。全部照例，各位不同意啊、哦？同意，同意，同意的，同意。好，那个这样哈，我们既然没有共识的，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院会议程的草案呢、哦，我们就送提报院会来处理了哈。那就这样子，我们通过散会啊。